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古丽，今天去参加表姐的婚礼，我是伴娘，带你们看一下新疆农村的婚礼。来美容店准备化妆，这是我嫂子正在贴睫毛呢。妆也化完了，现在到这个办婚礼的农家乐来了。哇，第一次化这种浓妆，感觉好奇怪。看看，这就是我姐，我们的新娘子，好看吧？这是在水里呢。新郎给新娘买的项链，都在戴呢。我们吃饭呢，有黄面、干煸炒面、大盘鸡、干炸蘑菇和鱼肉。这个环节就是把新郎跟新娘绑在一起，代表祝福他们永结同心，白头偕老。我们到家了，现在是晚上1:44。哎呀，这个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舞蹈的基因太强大了，我一直跳跳到现在。那好吧，今天晚上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